暂避，又是暂避，还是暂避，这高暂避很快爆死了，那么点血我放个屁就秒杀了，但就偏偏一直出发的都没有人管啊。唯一不可闪避的存在，能对敌方造成四次巨额法术伤，这要是再搭配上高级法连，整整八次天雷轰击，别说这高闪冲本身就是上线速度有斑马 XL666 直接总成总时间冲，戳中闪电陷阱的概率更是高，轻轻松松就轻易发入魂，这么强力的神兽还不赶紧上线。